女娲娘娘，小蛮又来了。外公跟我说，人生有八苦，爱别离，怨长久，是不是只要相爱的人？所以女娲求您保佑小蛮，让外公还有大家都得。那天女娲娘娘保佑我成功施展回魂仙梦，回到算了，反正来了这么就再睡一下吧，反正天还没亮。又怎么了？天都还没亮呢。别睡了，起来放鞭炮了。逍遥哥哥起得好早呀，再不起来就把给你包的开工红啊，有红包吗？那我去做早饭。快出来呀。来了来了。果然放了鞭炮才有干劲。小财迷，给来，灵儿也有。咦，我也有吗？两位姐姐，打尖儿还是住店呀？李大哥，
李家哥哥，我们听说客那是以后真气派，还真不是我，是他们两个姑娘如花似玉的。哈瑞姐姐既然来了，好，那我们这姐姐那个好了好了，我先回厨房。这么怯懦，算了，秀兰，我们先回去。好，我们走吧。